怎么样能够共同促进联合国消除妇女一切歧视的公约啊相关的这些做法，逐项的根据不同的领域，用官方跟民间合作的平台，大家共同来推动。欢迎彼此的到来。在33个局处首长里面有12席的女性，已经达到36%。女性很多的朋友，她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能力，不会说因性别而有所不同。怎么样能够落实促进女性的就业那尤其对于单亲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弱势妇女的保护，包括说在这个单亲家庭生活的一个照顾等等，能够全力的来落实保障妇女的一个权利。一律一百，加油！大家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这支影片吗？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高雄市政活动，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等你哦。